啊，解说国战，唯我独尊。大家好，我是一斌啊。本期的视频依然是非常的精彩啊。今天我们继续看录像吧。本期录像是以群雄为主的啊，大家也非常喜欢群雄啊，野蛮、暴力、有野性啊，非常适合饲养，也非常适合保护啊，保护自己啊。首先看主视角的选项吧啊，主视角的选项是一个啊吕大爷啊吕奉先啊吕布丁布董布啊。啊，三姓家奴嘛，啊，也是非常嚣张啊，啊，还有一个颜良文丑，也是河北上将颜良文丑，作为两兄弟啊，三批也是非常强悍啊，大家也是非常喜欢，大家都比较的是重口味啊。我看主视角的选项啊，主视角也没什么选择，只能选择这种啊全球那种暴力流啊，这全是主视角表示，哎呀，我这又喜欢的这种组合，哎呀，非常爽啊，非常爽啊，描写让人一毫无压力，嗯。啊，主视角的手牌还是不错，主要是我们主视角主要一个主要现在主要是咱手牌啊，主要是一个两红两黑，再主要有些比较简单牌，主要是前期进行一个有效的保护，后中后期出来，好一个下回果断亮了，哎呀，你打我，我就反击你，是不是啊？敢不敢亮将啊？敢不敢不扔牌？恐龙的时候，恐龙的名士有果断亮，这恐龙亮，恐龙名士亮是丝毫没有问题啊！啊，你要打我，你就亮将，是不是？你必然藏着，你去国战，你前期不都是藏着吗？是吧？你前期只要你藏着一个，只要你亮一个武将，或者暗指一个武将，普通伤害都有无效，只要除非你的伤害就是加倍的，或九杀者才能给我造成一点伤害。如果有闪的话，你就没效了嘛，是不是？啊，吓唬我一击！啊，吓唬盾也是毫不客气啊！你不是暗箭没用吗？哎，我往死里揍你，是不是？啊，我反正我有一个强袭神技啊，是吧？啊，非让你伤害也不可以。啊，吓唬操恐龙也是恐龙也是，你还摸了也还亮出一个貂蝉啊！啊，吓唬盾也是怒了！哎呀，有这么好的妹子，你竟然不和我说说啊！啊，对不起，我有失绅士风度啊！仿佛是若青云，没想到吧？真一和张文元这组合也非常不错啊，既可以不断的进行一个控场，又可以进行一个有效的爆发。嗯，但是火攻啊，吕布也是表示没事啊，虽然你打我老婆，但没事啊，你曹丕老婆还在我边上啊，是不是？早晚都是我的啊。体训非福，冰凉寸断，飘忽若神。马超也是看不起啊！你竟然打妹子啊！我就不惹不起你啊！虽然张良长得比我帅，是不是啊？那果然也捅了一下甄姬，控制一下魏国，这没有问题啊。马超和魏延组合是非常不错，主要发挥得当，也是一个强力的又吸血鬼啊。哈哈哈！马超配上魏延，等于一个吸血鬼，给吸血鬼长上一张翅膀。太多了，接招吧！啊，周女出来也是不明觉厉啊，左偷偷，右偷偷，偷偷偷，右偷偷啊。不过恐龙表示，好、啊、压力不大啊，只要你敢拆我，啊、我也敢给别人。知道，本事比身，失礼了。啊，国家也是表示很生气的表示离线啊。夏侯惇也瞪大了双眼，瞪大一只眼睛啊，竟然离线了啊。吾乃河北上将文丑，国家表示卖了个萌。好、啊，吕布选个。我等杀破一点啊！吕布也是瞅准时机，开始直接杀张辽啊！现在是亮也可以吧？也是可能是吕布有些太寂寞了啊！看着自己老婆被人打，也是有些很生气啊！吾乃河北上将文丑，我等杀佛。颜良文丑配上吕布这一个决斗也是非常伤，必须出两张牌，出两张杀。那甄姬已经直接跪了。快来与我等！吕布也直接杀了一下马超啊！火杀！可能觉得魏国都很骨头，有点难啃。河北上将文丑，我等杀佛。啊，周瑜也表示啊，你这么欺负马超，我是看不过去了啊！我默默的诅咒你啊，是不是？虽然我并没有做什么吧，是不是？吕布也是，我现在不杀你，我杀谁啊？是不是？吕布没有什么太好的牌，只能就这么结束了。主要是吕布当时也通过他们的说话，看着进度条，主要是寄希望于二号是一个群雄，可惜二号是一个大乔。大乔说：“哎，对不起，我骗了你。哎”但是你没有办法吧？是不是哈？大乔是我一片是魏国的中间啊。曹操的头上又戴着一顶绿帽子，说两个绿色的帽子啊。
生子当中孙仲谋，孙仲谋也不客气，直接愣了一下曹操啊，行，你说的那牌大是吧？说那句话大是吧？他现在我都是抬不起头来啊，抬不起头来，躺在大嫂的后面。汝等看好了。啊，周瑜，哎，周瑜一个，你的牌太多了。周瑜现在吴国现在压力很大呀啊，估计是一个拆的，继续在压制魏国，继续压制魏国。魏国现在有点无力啊。啊，周瑜，周瑜是跟您是非常天真啊，我拆，啊，看你挂的八卦非常生气，我去拆你的八卦啊，啊，周瑜空中说，哎呀，我八卦没用啊，你拆就拆吧啊，你既然喜欢拆就拆吧啊，反正我衣服多的是，你慢慢拆啊。杀！周瑜现在有一些不太明智啊，你的输出毕竟有些不足啊，万一你被杀了之后，你没有什么防御技是吧？恐龙可以，恐龙加貂蝉，这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力的组合。夫君，啊，你要替妾身做主啊！甘宁可能是被大乔误导了方向，他拆国家，他也跟着拆，继续压制魏国。快来与我等决一死战！吕布上将闻粮食血。吕布表示，哎呀，我看你一血我就揍你啊！别人打不过，先打你。我不管他。何生，快来与我等决一死战！我等杀佛。吕布这么丝毫血这么高的血量，这么多的手牌，丝毫不惧你向后边的一丝毫边的手牌。杀一个国家不太合适啊。毕竟国家有一个冒险行迹，我等杀佛，还比较危险啊。跪了。吾乃河北上将闻粮食血。吕布是杀了一个越来越威风啊！叫天下人啊！我不杀你，谁杀你啊？你就算给他派我直接揍你。你要知道啊，那个怎么说呢？大厦将倾，独木难支。你再怎么卖，给大乔，胖妹爷，大乔也是不会搭理你的。大乔并没有什么好牌啊。拆他家武器，先把他乐控制住，也是试他一下制衡吧。万一制衡了，方天画也不算太好。请休息吧。如果打小五发挥得当的话，还是可以把两个可以削弱一下群雄，但是说真的把群雄消灭掉还是有些危险的，还有些太虚幻了，是不是？拆一下乐，控制一下团队的一个行动。如果大乔的前面是一个孙权的话，估计受到伤害更大。我等决一死战，吾乃河北上将闻粮食血，我等杀佛。吕布也是特别给面子啊！现在看你一些，我揍你啊！孔融给牌，我也揍你。大乔孙权表示：哎，我躲在大嫂后面，我表示很轻松啊！有大嫂出面，我丝毫不害怕。大乔的一个加血满，暂时的挡住了孔融的一个输出。可能一个还是一个大气大给大补给，得之丙也，让失礼了，礼之主也。基本上秒掉一个孙权应该不成问题，我们快进吧，决一死战，快进吧，请休息。可惜手牌还是不给力啊。大乔一个羡慕吧，吾乃河北上将闻粮食血，这有一个群雄啊，单上能力还是非常强悍的。你来吗？失礼了。大乔基本可以跪了，谁能挡我？谁能挡杀佛？我去！大乔要是表示呛不了啊，你们这两个人不断的搞基，不断搞基，哎呀，你在我面前弄来弄去的，可惜我不能参与其中啊。孙权表示啊，我都在大嫂的后面，只能观看比赛啊，这样做的作用也并不是很大，这场路线扯淡归扯淡，我们还正常做游戏吧。群雄的两个势力组合也是非常不错，当然场敌分的打对方打牌呢也是没有问题啊，可能前期可能是吴国有些问题，吴国是压制魏国有些狠了，并且有些给由于可能是打牌的失误吧，给群雄创造一定优势，群雄导致吕布啊直接一个打的去无双加双雄啊，直接秒了几个，我看啊，直接秒了直接全场基本都是他秒的，可以吕布也是三国也不愧为三国第一猛将啊，一个双头也简直是如虎添翼啊，如
如什么吧啊？啊，行行，我们看下一个录像啊。录像有说话有些扯淡，大家这都不喊啊。反正你也看吧，反正你也不能打我，是不是？直接看直视爷的直视爷的选将，也是直视爷的选将非常强啊。啊，这个贾诩、贾美人、啊、和一个吕布吕大爷也是表示，哎，大家看中很久了。华老头也是，好像也是非常喜欢和跟着吕布吕大爷，非常有安全感，非常有安全感。我觉得他这还是贾诩配着吕布比较好，老头毕竟只能是一个团队的一个补给啊。我还觉得这个吕布被贾诩一个四起的一个四起方向锦囊，有一个强大的输出群雄的一个。类似于核弹吧，相当于一个敌军的一个穿甲弹，一个定点打击的一个穿甲弹，直接穿透敌方的重重装甲，给敌方一个致命一击。啊，主视角也选择，主视角只能选择吕布和贾诩，这个综合性能比较好。吕布配贾诩啊，其实你选将的时候也是，这是这其实已经还有之前打的一盘录像，当时玩的时候也是感觉是非常激动啊。前期你看这么好，前期是手牌这么好啊，激动选了一下二号的一个装备啊，手牌非常不错。闪啊，看了四号看你指望一个唐甲，也是表示哎你有唐甲啊，我就杀你一刀，也非常给面子啊。可惜我们可以继续说，哎我有闪啊，四个也没有往死里打啊，毕竟没有太多的仇恨啊，只是进行一个说的话，刚说完话，五号又挂了一个扇子啊，但是并没有针对贾诩。贾诩也表示，哎呀，吓我一跳。无中生有。黄月英，黄女王，也是比较霸气啊，直接手亮，开局直接上手牌。你可识得此阵？啊，小诸葛表示，好高兴，好高兴，终于看见老婆了。就这样吧。这对姑娘女啊，不对，这对情侣，这对战场伉俪啊，是否能续写一段美妙的传奇呢？啊，一三一放出两个魏国，啊，姑娘也是毫不客气啊，你杀我，哎呀，你杀我，我就给牌。乐不思蜀。还有一些五牌的，以彼之道，国家也是比较伤啊。是彼身。反正也没什么，也很霸气啊。此火可助我军大获全胜。哎，诸葛亮手牌毕竟还是有点吃紧啊，想收郭嘉啊，但郭嘉扔出一个桃子，郭嘉怂了。贾诩是不能亮，你们厮杀归你们的，不该我的事。乃天命之子。好，上面还有一个司马懿啊，司马懿是也毫不避让，闪，毫不避让，直接的无限攻击。郭嘉也是可能觉得决斗。雕虫小技。还留了一张虎扇。你的计谋被识破。直接杀了一下司马郭。贾诩可能躲过了，你有想躲过了。你的计谋被识破了，人是铁，虚晃一个，副将是个虚晃。顺手牵羊，知己知彼。就夏侯惇有些无力啊。雷杀啊！贾诩挂一个唐甲也是比较招人仇恨啊。下次注意点，你这手牌有些太好了，你看。雷杀。夏侯惇进些来吧，魏国还进些强悍的手牌，好像可能是没有送牌了，选择果断选择聚首，选择聚首。六号秀并没有选择动，直接乐了一下魏国。豪言结义，无懈可击，远交近攻，兵粮寸断。黄元英的时候也是有些激动了，为了联营也是无脑的放桃园。国家表示，哎，谢谢，我的血量本力不够了，还给我送了一个牌，刘英真是好雷锋。我就跟他表示很气愤啊，你竟然背着我又看中别的男人啊，我表示很生气。一个月女王，英女王也是啊，转眼间就开始一个六张牌了。刘英表示，刚烈对月英并没起什么作用，英女王本来牌就要气的，扔就扔了吧。剑齐发。下次注意点儿。诸葛亮没什么好牌，也是果断开一个万箭啊，压低司马懿的血线。闪！现在机会就来了，吕布的机会已经来了，吕布的时代已经来了。接一个大决斗啊！四张牌只要判黑。吾乃天命之子。这个定点打击，也奈何不了我们多少。连锁连环，无懈可击。黄岩还有无懈。雷杀！决斗。那就我果断救了一下，你也不能说牵场，因为
诸葛亮是我们的人是吧？雷杀，哎呦，火山杀，关虎，滚蛋，贾诩先动乱舞，需要敌方场上的杀神，神仙难救，神仙难救啊！谁敢杀我？谁敢领导无尽火杀？神挡杀神，直接火杀，杀佛，神仙难救啊！天涯，所以我们看出那个群雄的一个强大的实力，也丁点打击能力非常强悍啊！说杀就杀，一起杀谁？孤单饮血为手牌，本来指望呢队友能跟能逃的，结果不能是一个完杀，那个很伤。过河拆桥，黄老爷子，黄老爷子表示啊，不甘寂寞，哎呀，浴火重生，直接开一个南门，带着主公出来了。司马懿的血量，早晚要还的。司马懿现在有点危险，知道。还是比身，不光司马懿，两个魏国都很危险，一血啊，我估计他们也撑不了几轮了。啊，上香出来了，两个吴国，两个吴国的联动性，如果有碰上好的爆发的话，两个魏国已经是收入囊中了。哎，黄爷其实有点坑啊，你其实应该直接，你一出来对方肯定把你往死里打，你这你没选择动，杀，应该自杀的应该选择。可能有他自己的考虑吧，觉得上下能有牌，哎呀，但是你想多了，月英爆发起来，连庞统都把持不住哈，诸葛亮都把持不住，为什么诸葛亮死了呢？是吧？下次注意点儿。啊，司马懿，上下还又给一个司马懿一张牌啊，可能是不想让月英爆发吧。火攻司马火攻一个曹仁一个稳死了，神仙难救，神仙难救啊！接受的两张牌，出来混，早晚要还的。啊，可惜身上火山，别动，谁能挡我？这时候司马懿血量这么低，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接受掉也没有问题啊。啊，可惜没有闪，过河拆桥。贾诩带的非常没有错，神挡杀神。我挡杀佛，月英当时上下给吴月英打给一个，因为月英杀收司马懿，他给了一个桃子。月英其实对上下是有仇恨的，我们杀一下上下的话，月英肯定会帮着我们杀上下的，这样我们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伤害啊。所副将是个甘宁，其实这个，哎呀，这个加一马可以奇袭出去的，其实没什么作用，也要奇袭出去，毕竟可以摸牌冲的一定优势。统统连起来吧，伤一敌。其实贾诩打一个黄月英还是没有什么压力的啊，只要手牌给力，看我的厉害，月英爆发不怎么强。火杀，小象牌也是有点吃紧啊，并没有什么好牌，连闪都没有。杀，谁能挡我？神仙难救，看能不能收掉。神仙难救啊，不是那么轻松。乐不思蜀，惹一下上香。想象估计要悲剧了，真的是两个人一起打他上，他上象也是非常强，也是非常轻松啊。想象表示碰上你们这么丧心病狂，碰上你们这么丧心病狂的，我也表示很无力啊，只能挨揍了。可惜我红颜薄命，就这么被那么一个男流氓、女流氓给害死了。杀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吕布每回合一张杀也是非常强，一个白岩狮的可以防御不必要那些。杀属性伤害，杀神挡杀神，我挡杀佛，谁挡我？连弩直接来两张杀，铁锁连环，你奈我何计？伤一敌，贾诩几百，幸亏贾诩有吕布有贾诩的帷幕，我挡杀佛，不然的话可能就要悲剧了。这小手牌消耗还非常大，可惜你。主角的青钢剑，主持角的青钢剑，其实可以不用扔的。你奈我何？主持角是打错了，其实你可以弃张牌的，反正也是掉血。月英其实并不是很强啊，只要谁能挡我，现在庞统基本等于废了。南
南蛮入侵，你奈我决斗，此计通通连起来，一个强大的物理输出，还有一个帷幕，奈我南蛮入侵，此计伤不到我，冰原只能不断刷牌啊，不断刷牌，杀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，杀谁能挡我？节目两张上演人品是非常不错。西街现在手一个人王盾，你奈我何？通通连起来。幸亏这是黑闪，如果这是红闪的话，问的锦囊能起效的话，人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这个群，这个手顺手牵羊，吕布伤不到我。其实你如果玩贾诩的话，吕布谁能挡我？单挑红颜鹰也非常爽、啊，但如果你是贾诩的对手的话，你觉得非常郁闷。杀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九，谁敢留你到如今？其实这里啊，其实贾诩有点打的有点激进了。知己，其实你没必要一代打的。伤一敌，可怜其百。过河拆桥，拆一下白冠，回这个套回也行。但是其实贾诩打错了，开始就打错了。南蛮入侵，此计伤一敌，可怜其百。如果你留一张牌的话，还不至于这么悲惨。闪电，你奈我何？啊，贾诩是运气来了，直接来挂上一个闪电。伤不到我。这闪电也吃到学校派的，元英现在只要是，主要是毕竟金盆都没。谁能挡我？杀神挡杀神。取得时间，佛挡杀佛。先防御。哎，可惜天妒英才啊！元英其实场上一直很给力啊。可惜你碰上贾诩这种不判帷幕的组合，你也很无奈，你只能乱刷红红的锦囊，好进行一个强大的输出。手牌并不是又不是很多，也只能进行不断的刷牌，不断刷牌，一点点的消耗贾诩的手牌。主视角贾诩也是一个全场一个群雄的一个独苗，带这种群雄的一个全场厮杀啊，我自己看热闹的情况下取得胜利啊，也是。当然也是全场人给面的，哎，你视频打得并不是很好，请大家请那个继续订阅我的视频空间。本人的视频素材也并不是很多，希望大家继续收看啊，希望大家继续支持。投稿邮箱也在我的视频空间里，请大家多多关注，谢谢大家。